之前是随便自己弹的，然后现在一个星期吧，我跟英俊哥在学。之前是为了演唱会学歌，那个一点用都没有。我以前学的最记着一次一首《爱我别走》，谁给我出的题？是哪几个和弦？《爱我别走》C 吗？我都忘了叫什么，是这个。这个是哪个？这个啊，然后是就是五弦三品，然后四弦二品，E M 7，是五三二一，对对，有点不准。咱们出去放风筝吧，找个地儿。我们可以当司机，可以当导游，行。然后我和戴军还有大齐陪你们去，好吧？行，好的。今天那个厨房这边交给崔老师了。今天晚上吃什么？你把这事儿想好了，就完了事儿。那所以我们今天晚上6点的时候，这里肯定准时开饭，这样子就行了。其他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没有，不用交代了。好，兵分两路。兵分两路，我可以搞定。你多大了？3岁。走了。哎，我把风筝还给你们，你们玩得开心。对，辛苦了。会的。我先上去打扫卫生。来，白英，把导航开出来。开始导航。戴军，如果你呼的那个风筝飞不起来怎么办？飞不起来的话，就把那风筝给吃了，给吃了。